琴做了几度。73年来的夏天，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在走廊里吃晚饭的情景。那时候爸爸妈妈身体还那么好，我们姊妹三个也都那么年轻。赶紧去托儿所上班的事儿，办的差不多了。我把所长家的门槛都快踢平了，他总算同意了。要是不好办，我还得等等。还等啥？你觉得好工作都等着你？你以为你是神仙？啥都看不上眼。这工作已经不错了，总比让你去刷屏的强。手艺不行，哪也不干。他想再一到哪一年？不让他好几回啊！小时候你就不哭，大人就不哄你。别人想来还来不了了。你别以为你赔点钱就中了，我跟你说，俺家孩子不好，恁家孩子也病相好。瞧你不疯不傻嘞，咱就养我这回那女儿。油费用完了，你再来送。行啊行啊，俺孙女的命你就担着吧。你别在这站着了，快走吧。能多多原谅。那我先走啊。
你好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没吓着你吧？再见。你还知道会来？姐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姐。是来报名的吧？来，先填张表。来，到这儿来填吧。拿去。来啊，按格式填清楚了。这三美的，他也想保命当伞兵，那算是有缘分，以后互相照顾一下。保命的时候，罗局官给你算的呗？没算的，那忍的吧？不忍的，不可能。罗警官专门坐你跟儿来给你填表，谁都能瞧开恁俩有关系。我说了，我不认得他。哎，你别生气。阿秀，好，阿秀。咱俩大爷怕吧？三句两句。
行啊，厉害。你说话真好听，跟那喇叭里的广播员一样了。你家是北京的？哎，那你呢？我是报名儿参军的。你就那么想当伞兵？嗯，我要撒球硬咬你，你能不能帮我当兵？这事儿我可帮不了你，这不是帮忙的事儿，得公事公办。咱明天再打。明天吧。菜零分别刷线，漏了分就掉。你现在有钱没有？有一块钱。借我用用，等用完钱我就还给你。中。谢谢你啊。姐，是不是跟跳伞有关？小声点儿。我这还有一块钱嘞，给你用吧。
我明明把钱放在兜里边了，可我想办买彩的时候发现钱少了，我也不知道咋能丢。我来回在路上找了十几遍，咋地也找不着。姐，你今天再不吃，爸妈就把你送回老家了。擦点吧。
少爷换你。那是窝了，冬儿。我真的就是窝了。你咋样才能换给我？你刚来小树林一趟，那窝也不能败给你。你赖啊！把我的奖才换给我。我伟亚得换你。你必须换。那不可能。你要再养才能换给我。那你说呗。
心愿悄悄的。你过来听吧。你喜欢手风琴？没有人喜欢听我拉琴。都说拉的不好，你是头一个愿意听我拉琴的人，真是难得。你有孩子吗？有啊，咋了？肯定是有好爸爸，我一眼就能瞧出来。孩子没说过我坏，可不太喜欢我。俺家里人抓的，这不可能吧？不喜欢我家里人，他都也不喜欢我。不会不咋疼。我认你当干爸吧。不，我倒是肯定教你拉琴。我会拉琴。你会？来。
你会不会跳超型舞？我跳给你看。我在文工团的时候跟朝鲜人学了。干嘛没点没来，你赶快走走吧。我过来，弄不好啊，以后看你还干不干。嘿，狐狸精。
爸妈，想跟恁侬说点事。啥事？准备决定要结婚呢。跟谁？真对不起，迟到。本来下午没有事儿，俺那局长家来一个亲戚，叫往车站接他来，我紧赶慢赶往这儿跑。没事啊。送给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你啊，让你花钱了。挺陪你。你还快会买灯味了。小王，你会和我结婚不会？可咱才简单机会啊，你会舍得嫁给我？那个还不舍了耶，谁都会结婚呢，也不光是我一个人。咱要不要再相互了解一段时间？了解的再多，我也没有多好，你也没有多坏。如果咱俩结婚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帮我找一个新工作，别让我再刷屏的了。我想再跟那一帮的女人待一块儿。走，我想办法的。不管咋样，咱是领导的司机，去领导办一个事儿，应该没有啥问题。那我咋说嘞？你就说，你说买两毛四一本了，粉红皮儿，五个字儿了。走。姐，你啊。不要本书，两毛四，粉红皮儿，五个字儿嘞。
是这一本不是？接着问，真钱。哥，来一下。哥，妈给我耳标。给了你一把，以后留着结婚用。每次想起七三年来的夏天，全家人在走廊里吃晚饭的这一幕，我心里老是很感伤。直到今天，还有不少老人们都记得我们姊妹三个的往事。快走！妈，哎呦！你去了，歇会儿哈。哪一个？快走！喂。
张，有点出来。嘟，滴。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来。一次孤立对呀，再给个烟吧，咱还有一根。你怎么脏帽？你脏帽比耗子还精哎！可悲。对呀，咱来两点吧，多抽根烟。我累慌。累？你还知道累啊？嗯。背不背？我背是吧？我背干啥了？谁叫？有事啊？老范儿。对，老范儿。来。你爸，那我怎么给你写？我不吃，俺爸都看不起我。恁爸对你恁好，咋会呀？那他把我给他那些烟都扔了，我是好心。恁爸是不愿意叫你吃亏，就恁天天说我吃亏，我根本就没有吃亏。咱不去棉纺厂上班了，再给你找个更好工作。我不要，我都换了六个工作了，朋友都交不上。106块，去掉一块除以5，每个人21块。哎，大家自己拿吧。还是老规矩，爸妈每个人给哥哥10块，那俩少拿点啊。每人给哥哥5块。
还不快点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洗澡去吧，早点回来包饺子。蒋伟森，好了，切切切切。哥爷，你来早点。来来来，你咋来了？好久不见啊！求你帮个忙。啥事？有人欠俺哥，帮我打他的。算我欠你有人情。你是不是也得觉得我是我流氓？坐。
三七的。你还敢来啊，胖子？三七的，他都多得死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，跟谁有关系？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三美的都跟谁死了？咋了？杀鸡，可香了。胖子们来了，给大家请个面吧，吃了。哎。那妹子是要破戒，那管子给弄了。就那小妮，谁小我？别人呗。小我啥？小妮啥？小妮没本事，我都这么大了，都没有人跟那孩子介绍对象。人家不想那孩子，弄不小妮。反正我是不怕丢人，只要你不怕丢人就行。你跟着爸妈过不是挺好？俺都可以照顾你啊！恁总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吧？恁死了以后谁管我嘞？那你告诉哪次喜欢谁？你好，婶儿。这是我的工作证，你看一下。你好，婶儿。
大胖。王美玲，坐啊。坐啊。坐啊。是这样的，俺家孩子闹得有点笨。他得过脑病，但他人很善良，他可能在路上看见过你，有点喜欢上你了。你是要日报户？哎，姑娘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来替他提亲的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不认得你，我能帮你啥忙啊？姑娘，你好人又好心，能不能麻烦你假装到俺家吃个饭，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不同意填平台就行啊。你年纪不小啊，俺家孩子啊，等不等？你走啊你，走走走。俺家孩子笨吧，你也笨。姑娘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直接的做，我怕俺家的孩子闹得受刺激。我是唐美玲的同事，她今儿有事儿不能来，让我把钱还给你。坐啊。好嘞，我点点火，没事先下班吧。干啥的了？坐啊！坐啊！啥吧？我话该谁啊？那着。坐啊。
咱对不住你，刘总。胖子也不是故意，因为厂里有人，不让我快成冻肉啊。之前留你当药粉吧。哎不，这不，我可不能要。哎呦，这我不能要啊。心如觉得还怪对不住胖子，这一开除不定多长时间才能找新工作。这事儿也不提，让胖想开点。他没事。哎不，哥，起来吧。好。外面下雨啊，去给弟弟送把伞呢。好。好。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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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。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，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点缀着些白花，有鸟模的开子，有羞涩的打着朵儿，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，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虽然是满月，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，所以不能朗照，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。酣眠固不可少，小睡也是别有风味。晴雯，你找谁？我找俺弟弟，我给他送伞。以后不要上课时间来找。恁弟弟是谁？俺弟弟就是俺弟弟。找谁的就快出去。给谁送的伞？快出去拿。老师，我认识他，他是高碑巷的狗，那名叫红烧肉。安静。他不上课。
高伟强，弄个骚流氓！上门四人！他不是哥哥。对不起，我是公安局。请问你有啥事儿？我也是高伟强的哥，来给他送把伞。啊，那你把伞放这儿吧。啊。对不起。我还在执行任务，请进去。下一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啊，能接他。您家人都好吧？
准备也来跟着我跑哎。你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像条狗。你以为我对你好，我扫垃圾是瞧你可怜。小片的，
没有人愿意叫他受苦，可你不能让周围人都跟咱一样对待他吧，他那样儿肯定会和别人发生冲突，咱也不能一天到晚的看着他，还是让他往福利工厂吧，他的你样不会有人欺负了。哥，那那俩大热天成么子忙呀？金子儿一家吧？哎，这是俺家孩的高伟哥。嗯。这是金子儿吧？哎、金子儿。金子儿啊，那恁俩在这说说话啊，我带恁爹去转转。走。你带俺花花串吗？咋了？这桩亲事就算定下来啊，你还有啥要求就直说啊。没有啥，俺家要承认是俺三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除了四八条腿以外就俩条件，一分出来单过，二俺俩都没有工作，要奔钱做小买卖。胖子，嗯，俺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，今天问了你别生气哈，中不中？喂，你从小到大一直真胖？我小的时候到边就胖了，
那你妹你弟为啥不得病偏叫你得？他都偏心对你不好，俺爸俺妈对俺也不好，他都对俺哥俺弟弟好，他都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。胖子，俺小时候得了腿病，他都觉得俺是个女的，不舍得花钱治，俺才成了瘸子。要不，俺才不会嫁你，你也不会娶俺。胖子，你记得，啥人都靠不住，只有俺看得起你，你看得起俺。胖子，胖子，哎，把菜啊，胖子，啥菜？小份慢慢。能不能过来一下，找你一点事儿。行。哎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呀，胖子，你比我强多了。兄弟来找你，求你帮帮忙。啥事儿？你瞧俺老婆子快生孩子了。能不能啊？能不能跟给你借点钱？面儿吧，面儿。谢谢你啊，胖子。咱俩谁跟谁？胖子，我不会忘你啊。等我明儿来。给张西的。没地儿，总干部总有，不爱生孩子又在干啥的？走啊！哎，张西的，你可真够意思啊，胖子。哎，胖子，这问的是我总能得一眼。你买了吧，值不着价。你也别换。你也没穿高跟鞋，打扮打扮吧。又不拉筋的，有啥好打扮的？
一家五口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。后来大家都说，年轻时候的我沉默得像个影子。来，把这杯牛奶喝了，你也补养补养。爸，你喝。你看，服下的了，鱼丸。现在社会没知识，手法蛮不行的。你一定要好好学。恁姐姐、恁哥都是有废物，你生活不能跟他俩一样。俺家作业本给爸瞧瞧。总不来，都是谁？谁？谁也不是。流氓！爸，我不成你爸，这也不成你家。走，一辈子不要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。滚！滚！爸，你这下流的东西！早晚对我吐咸鱼，滚！邻居们都来瞧哎，曹家出了个流氓！越喜欢呐。
嘴唇厚，说明他不爱多说话；胖，说明他身体结实。听说去年他挣了600公分，600公分，一个公分当公斤半，这就是2吨多粮食，另外还有现成。行了，好看的脸蛋能出大题吗？我们快点把他取过来，我就五分了。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。伸展运动，备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再也没有到学校去，我的学生时代永远结束了。几点了？你还知道小包不知道啊？别把给我的那个玻璃白菜给弄碎啊！给我灯泡的。好久不见啊，你咋来啊？我见恁弟弟啊。骗人，不可能。
饭嘞。谢谢你啊，郭德。您客气。你替我包面，并跟任何人说。中。结婚呢？有啥可结的？病太挑啊，我还等着吃点喜糖啊。那你就等着吧。哎。那弟弟失踪这长时间有信儿没有？谁说俺弟弟失踪了？俺弟弟当海军，他都周游世界了。我知道，姐姐在养老院的墙头上瞧见我了。第二天，我扒火车逃离了我出生的城市。都说人这辈子太短了，可我却想一觉醒来已经60岁了，跟爸妈差不多。几年以后，姐姐和小王离婚了。祖宗先生，快上马！有人告密了，来了300名中队，他们被拘走了。
啊，妈，姐，这三对象，张林呢？这他二对。昨天给你找个工作吧，这两个门店打人心里边踏实。中，拿你的花圈了。送点礼，求人帮帮忙。家里人都看到了我断掉的手指，但他们一直也没问过我在外面的隐秘生活。你敲门吧。何不姓翟了？好的夜晚，我叫张丽娜，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了一曲《挂王八请起舞》。唯一的一次爱情，
疼，咋回事儿了你？你像不像？我表现的可好？我又看腻了，笨死了。你要表现的更好，都别让我工作了，我提前退休，把身体还棒棒的，好好伺候你，带好孩子。早知道就不会跟你结婚了，养养一个人，现在养俩人。江，这屋不算不干净，那不行。咋的？刚才你那回俺就不能回？刚才情况不一样。咋不一样？老高，让人家推一回吧，一个人推一回不了。中中中，你推我下吧，不跟他玩了。玩不？赶跑，走，赶回家做饭，啊。刚才跟俺弟弟说，你会永远爱着我。你贵姓啊？这是谁啊？也来爱我的人。看你瘦了的。就是永远爱我。他孩子都恁大了。还有点稀奇，我会有我自己孩子。
姐姐生了个女儿，别人都说太像她了。孔雀，孔雀啊！孔雀，孔雀开屏吧，你里面安了一艘火。开票，爸爸老家漫山遍野都有孔雀，这孔雀都会嫁的。孔雀，孔雀开屏吧，里面有我的手绢花。胖子，等咱孩子生啊，买俩孔雀养院喽。咱自己搁要动物园，住了累的天天叫。定叫他了，跟恁哥恁姐一块走吧。走。反正冬天孔雀也不开屏了。突然去世了，妈妈变老了，我们很好。我恍惚记得爸爸走那天，很快就是弄烈烈村了。